最近好忙啊。明天我一天都有空哦。当然有空，一定要有空。那你明天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带。汤吧，豆腐汤。啊，豆腐汤。好的，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到。嗯，好嘞，明天见。再见。拜拜。我带着派派来找粉丽啦。哦，我等你了，等了，一整天。那你昨天点了泰餐？哦，谢谢。路上很堵哈。没有，今早上5点就来了。五点就来了，那时候也挺堵的。在录呢，干啥呢？你东北味儿被谁学了？刚好身边朋友都是。你不是东北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是吧？咽口水。哦，好好吃啊！但是有点凉了，5点来的。你平时喜欢吃泡面吗？几乎每天都会吃一碗，就可能晚上回到家很累，然后肚子又饿，所以我就会把泡面囤的比较多一些。那晚上吃泡面怎么胖了？他们不管吗？我们做艺人辛苦就在这，你知道吗 ？Hello, it's me.就是又要工作，然后呢又要保持自己的体态，对吧？说了你一天工作不吃东西，你一整天消耗的热量也挺多的，对吧？那你多多少少得补充一下嘛。感觉这话像不是对我不说的，是对别人说的。对谁说的我也不知道。是对谁说的呢？我看你那个微博粉丝已经快到1000万了，大家是不是都来蹭你发福利什么的？其实我也希望在破1000万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福利能给他们。粉丝到1000万的时候，让你戴着假发拍照片，可以接受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如果粉丝真的喜欢的话，我那么诚恳。啊，可是1000万福利，你们就要这么简单的东西吗？其实我想要再跟公司申请，我想开个直播，就给他们唱唱歌什么的。但如果你们要求比较低的话，也是可以，就戴假发什么。最近联系比较多的一位朋友是。那我说就是比较常发朋友圈的吧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不管在做什么都要发，我很无聊我也要发，收工我也要发，化妆我也要发，睡前也要发，起床也要发。我刚刚还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我不会说那个人是杨超越。像轩怡，直接说名字了是怎么样？会发自己的心情，在工作的时候他也会发一些，如果他今天遇到的一些事情让他感慨，他也会发一下。那我玩了一下，玩听朗读的歌词猜歌名，失败的话要用可爱的语气唱好汉歌。准备好了吗？是你。第一题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，我给过，我想过，我就是安慰。你没听过这首歌？你看《还珠格格》没？我看过《还珠格格》，怎么唱啊？这首歌，你唱一个。我唱一个。我让你唱。啊！我认输。第二题哦，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你说嘴巴嘟嘟，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过关，下一首。这么快就第3题了，好好好。龙群打开了，天化身为龙，把山河重新移动，古安跳动，将东方的日出调整了时空去支配去操纵。我刚刚是词吗？我还以为他在解释啥。你认输。你刚才都出表情包了。比较可爱版的是吗？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在微动啊。好，谢谢。我不是说偶像团体吗？偶像女团吗？我们这一趴就算你就是通过了。我给他想一下，歌后面用大家想用好，让对方猜是什么歌。来，我开始了。我知道了 ，Something just like this。是的，好，你赢1分。叱咤风云，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。叱咤风云，我绝不衰，往后看。加油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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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了！你是好喝的吗？我很好喝，没听过吧？来，门在那边。你刚才唱的是高潮吗？高潮。你还要高潮？你从头听啊！你咋不从头听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！
我跟你说，如果今天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会说，哎呀，我哼的不好，要不你唱吧。你说你这个头脑，绝了。好了，我唱一点。其实我的阳光一定就是你，你是我的伞林，我是你的伞林，照亮我夜空的星星。啊，我知道，你看我都接上来了，我真的拧过。继续。说起。我知道了，这首歌太简单了，生而为一。完了，怎么唱来着？这首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这不是我的词啊。我就是旋律后鼻，心中更像我自己，和自己的呼吸，浪迹生而为一。换我了。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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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。你猜不到的，我自己都没听过这首歌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希望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是是是，来你唱一个。你唱。为什么？我猜我也唱，不然你猜我也得唱。来你唱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好，那我们给他就过去哈。行。给好友打电话，让好友说出隐瞒你的小秘密，反正不能说你我他哦。那我打给我一个闺蜜好了，她叫陈诗敏。Hello。Hey, what's up, bro? 干嘛呢？研究我的激情戏。哦、打是亲还是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，陈诗敏有没有什么隐瞒着杨云晴的事情啊？说你有隐瞒我什么事情？我说你。我们这个惩罚就现场宣布。爱是一道光，我要绿到你发光。啊？我没事，真的没事。I'm fine， 我很好，真的 fine。对，我很想要体验白富美的生活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不会有白富美这样的生活。但其实什么戏都能演啊，只要是，觉得适合我的都可以演啊，不用什么女一、女二什么的，ABC 路人我也可以。